OK， 好，听到我声音吗，各位？啊啊，听到。我们来看这个 length 啊 ，OK， 好 ，length 的话呢，就是啊 ，kilogram 啊，我们有 kilometer 啊 ，km， 我们有 meter， 有 decimeter，centimeter， 还有什么？还有 millimeter 了 ，OK 吗，各位？啊啊，这里没有听到我声音吗 ？Hello， 有啊，有啊，完全没有反应了，你们啊，伟康，听到我声音吗？听到，听到我声音吗？听到，听到。但我听不到你们声音啊！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听到啊 ，I cannot hear you all， 啊 ，can you all cannot hear 啊 ？I think got some problem. OK， 把你们是可以听到我声音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跟我交流的话，你们打字吧。啊，好 ，OK，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好像 kilogram kilometer to meter 乘一千 ，meter to kilometer 除一千 ，meter to decimeter 乘十，哎 ，decimeter to meter 除十。啊 ，decimeter 去 centimeter 乘十，啊 ，centimeter 去 decimeter 除十，去 centimeter 除十了 ，OK， 就这样子的啊。把通常考试怎样问呢？他们会问你啊 ，meter 去 centimeter 要怎样变 ，centimeter 变 meter 要怎样变啊，或者 meter 变 millimeter 怎样变啊？啊，说是乘一千了啊，然后 millimeter 除要变去 meter 的话就是要除一千了啊。如果 meter 变去 centimeter 乘一百了啊，如果是 cm 变 m 的话就是除一百了，就这样子罢了啊。好像这啊。要变去 cm 的话，就是要乘一百了，八十乘一百等于八千了啊，八千 cm。然后六百 cm 的话就是六百啊，还要变 meter 的话就是要除 meter 啊。然后九十五 mm 变去 m 的话就是要除一千，变去零点零九五 meter 啊。给我们讲一个方法，很容易算的啦，就是好像这个是九十五吧，对不对？啊，除一千的话就是你要一，所以这边多一个零啊，所以就是零点零九五了啊，就这样子。OK 吗，各位？啊，可以啊，啊。So 这边有一些问题 ，OK， example two 啊，我们快做一做先，可以吗？啊，我们多三分钟，我们来讨论。OK， 好 ，So example two， 50 meter 等于多少 cm？OK，、okay? 啊 ，So meter 去 cm 啊，我应该要乘还是除啊？请问，啊啊，你们打字啊 ，OK， 啊，不要，可能是我这个 speaker 有问题啊，听不到啊啊 ，meter 去 cm 啊，就是要你们看啊 ，meter 去 dm 要乘十。dm 去 cm 要乘十，所以在 meter 去 cm 就是要乘多少？要乘一百啦，对不对？啊，所以五十 meter 变去 cm 打字啊，就是 50 啊乘一百啦，会等于多少？啊，五十乘一百会变成啊五千 cm。OK， 所以这边的答案就是五千了。OK， 简单啊。好，然后四百 cm 换去 meter。OK， cm 除 meter， 现在倒转来了啦。刚才 meter 除 cm 是100咯 ，OK， 就是400 cm 啊除啊100，所以答案会是等于多少啊？ 400除100等于10 meter 了 ，OK 啊，所以上面你们写10啦 ，OK， 10 meter 啊。好，然后65 mm 变去 meter 啊 ，mm 除 meter 看到吗 ？mm 在这边 ，meter 在上面。啊，所以它是除了三个十，比如说除一千的 ，OK， 所以六十五 mm 要变去 meter 的话，就是要 dy，OK，dy 1000，所以答案是等于啊多少啊？我有跟你们算，叫你们算两万对不对？啊，一三个零九五 meter 了 ，OK， 写下来啊，零点零六五 ，OK， 啊，如果你们不一的话，一点看啊 ，OK， 三个零啊对不对 ？OK， 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哎，所以这边一就可以了 ，OK， 啊、不用特地按计算机了，当然如果你们要按计算机也是可以啦，啊，啊，总之除的话呢，零就要搬去啊，往左边走，落啊，啊 ，OK 啊，各位应该可以啊，啊，好，然后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 time 时间啊，时间的话呢，就是如果是 hours to minutes，OK，、okay? 小时变分钟乘六十，分钟变 second 的话除六十咯。如果从 minute 换去 hours 的话，也是除60了，就是这样子 ，OK 吗，各位？啊，把如果今天我要从 second 换去 hours 的话呢，就要除啊啊，你就算了小时了，就要啊除3600了 ，OK 啊。如果还要你从秒换去小时，你们就要除啊3600啊 ，OK。相反的，如果你要从小时换成 second 的话，你就要600了啊 ，OK 吗，各位？因为60乘60等于3600 ，OK 啊。嗯，啊，你们可以看到啊啊 ，seven minutes 啊，换去 second equals to 七乘六十了，等于420秒。450 second 换去 hours 的话，就要除两个60了，简单你们会拿到0.125 hours。啊，你们不信，你们可以按计算机了，然后450除3600，啊，答案是0.125个小时。啊
OK 吗？各位、OK。然后下面这边也是、啊、你们看到了 OK 啊 ，So 零点12 minutes 换去 second OK 分钟换秒乘60咯，所以你们答案会拿到720 second OK 啊，然后如果你要从720除3600，答案是0.2个小时 OK 0.2 hours 啊 OK 啊，如果你们不会，你们可以写下来了 OK 这些啊他们的做法啊 solution 啊 OK 吗各位啊，暂时应该都还 OK 啊。这个重量啊长度啊还有时间包了 OK 啊，好，所以这边啊这边结尾还讲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 SI unit， 因为呢我们要 avoid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很混乱的意思了啊， misunderstanding 就是误会了啊，如果我们有 SI unit 我们就会减少生活中的误会了还有那种烦恼了 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SI unit 的话啊，哇，这样不是很难交流啊，对不对？不同的国家，啊，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都用一样的话，啊，这样就不会误会了 ，OK， 啊，就很简单了，啊。然后第二个重要点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啊，让什么呢，在 international level 啊，在国际上的 level， 啊，就这样子了。好，所以下我们来看看课本的一些问题啊 ，OK， 啊，这边的话也是讲我们刚才讲，啊，好，啊，然后下我们来看看 ，OK。Formative practice 1.3， 今天这边有一跟二 ，OK， 啊，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OK， 你们快做一，可能不用五分钟啊 ，maybe 三分钟就可以了啊，三到四分钟 ，OK， 你们快做一做啊，啊，这个 practice 1.3。啊，我们学过的那五个 physical quantities 有什么啊？啊，你可以点一下那边啊。啊，我们刚才还讲过吧？啊 ，OK， 啊，那五个 physical quantities 有啊，如果你们真的忘记了的话，你们拉回去上面看呐、啊。OK， 其实就是这五个了，看到吗 ？Land, mass, time, temperature, heat 啊，所以他们 SI unit 啊 ，land 就是 meter, mass kilogram, time 是 second, temperature 是 Kelvin, electric current 是 ampere 了。OK 吗，各位？啊，然后他们的 symbol 就是这些了啊 ，m 啊 ，k g 啊 ，s， 一些是要小字母，有哪些是要大字母，这样吗 ？OK 吗，各位啊，听到我声音吗？喂，这边有反应了喂，啊，有反应，有听到的话打一下字啊一下啊 ，Hello， 听到啊 ，OK 啊 ，Good，Next one 啊，下一题他问什么啊？下一题他就要我们 convert the values below，OK，、okay? 要我们换 ，OK， 好像0.13 meter 等于多少 cm 啊？0.13 米等于多少 cm？ 13米等换什么，对不对？啊，它是要乘100，对不对？啊，所以乘100的话，你就移往右移两个零啊，好，100是两个零，一二，所以答案等于13 cm。啊，现在18000 mg 换去 kg 要等于多少呢？啊，18000 mg 啊 ，m 的话其实就是啊，代表什么意思啊？你们看啊，小 m 代表10^-3啊，就是要移啊。三个零啊啊 ，ten negative three 嘛啊啊，先要向左移三个零先的 ，OK， 就是啊一二三，然后他现在还又要变买 kg team 哦 ，OK， 那换买 kg 又要再移多三个零啊，对不对 ？OK 啊，因为 gram to kg 啊，要再除三个零出来，又再移一二三，所以前面这个零就是0.018了 ，OK 啊，答案是0.018 kg， 乘的话就是往右边移了。好，现在 4 meter。换去 mu 啊 ，mu 代表什么意思啊 ？mu 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 10^-6 嘛，对不对？啊，就是它这是很小很小了，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 4 meter 要往后面移多个零？嗯，啊，要往后面移六个零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后面要加多四个零吧，所以答案就是啊0000000 ，OK 啊 ，OK 吗各位？啊，等一下一个24000 gram。换去 kg 的话啊 ，gram to kg 要除还是乘啊 ？kg 是比较大的嘛，对不对？那就往左边移咯，一二三，
所以答案是24 kg。 OK， 然后这个 A 换去 MA， M 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这个是要乘嘛。 OK， 所以 M 的话是 10-3 嘛，所以它选一的。 OK， 1 2 3，所以答案是6 MA。 OK， 可以吗各位？同样这些东西啊，很多学生会很容易乱的。 OK， 不用紧了。 OK， 你们在OK 就可以了的啦。 OK 所以这个表也是蛮重要下的如果还有人恐惑的话你们要懂得恐惑啦这些其实跟 physics 有点关系，你们要拿 physics 你是去学这些搬来搬去这些东西这样啦好，因为我这个 zoom 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先关掉它。